小心裙摆哦。好的，哎呦喂呀，哦，没看过那个詹永兰穿球鞋之外的高跟鞋呢。好，来，那今天我们这个两位呢，背板前方先定格，我们让这个现场的媒体可以捕捉一下你们这个美丽的、迷人的长礼服，完全充满了这个女人味的风貌。好，那两位，我们从你们的左手边先看一下，好了，好不好？左手边，好，来，永然好奇，今天呢，一个红色，一个黑色，非常的有气质。好，左边看完，慢慢的视线转向你们的正前方，平面的摄影朋友，两个人哦，也是这个风尘仆仆啦，刚刚就完成了温布顿的比赛。好，来，正中间看一下下，啊，正中间。好，看一下今天这个现场，很多的好朋友都来一起来祝贺祝福。好，中间看完视线，慢慢的，哦，左边再看一下下，哦，今天真的完全呈现出你们好漂亮哦，超有气质的。好，来，然后呢，中间看完就右手边这两张照顾一下下哦。对，想象你们就是巨星，你们现在就是在拍一种运动画报的感觉。出席的是我们的晚宴。好，挥个手，动作 pose 要来一下，你知道，他们很喜欢一些不一样的 pose， 回去要多多练习一些动作哈。平常都拿球拍啊，真的今天突然要拿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没有东西，没有道具辅助，还哪边需要补一下 ？OK 吗？可以吗？可以吗？好，来，我们帮这个梁姐，中间再补一下下。啊，挥手再一下下，好可爱哟，哦，嗨。当然，这个永然跟浩晴呢，今年这个在双打哦，都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接连拿了好多的冠军。好，右手边再看一下下，今天真的吗？应该很多运动圈的朋友也没看过他们这样打扮吧？都说跟他们已经很熟了，可是呢，今天好像哎，这样盛装出席应该是第一次哦。不过呢，很开心啊，我们这个华年唱片的版图又在更加的扩大，来到了运动经济这一块。好 ，OK 吗？谢谢，来帮两位呢上一下麦克风。我们让这个，好，让这个永然跟浩晴跟大家打招呼。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浩晴。Hello， 我是永然。耶，yeah ，今天心情会紧张吗？有一点点的，有点忐忑。真的吗？对，因为平常应该很少让你们这样子美丽的风貌出现。机会不多了。机会不多，所以今天请这个大家的麻烦多帮我们这个詹家姐妹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哦。先聊一下这个，先聊一下近况好了。两位刚刚从这个温布顿正好英国风尘仆仆的回来，不过还是要恭喜，都打出了好成绩。然后永然就帮我们先聊一下你的新男配。啊，对，今年从二月开始，我跟我的搭档 Martina 一起搭配，然后一路到现在，其实都还蛮顺畅的。真的很厉害耶，而且拿到了好多的关注，我看你们在球场都被球迷包围耶。对，都还要保全互动，你们这样才能够突破被球迷疯狂的包围。所以这个今年法网达到了四强啊，然后温布顿来到了八强，自己会希望说接下来这个美网最后一个大满贯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当然会有一定的期待，嗯，对啊，因为就是温布顿是蛮可惜，他们在八强的时候落败了，然后没有办法在决赛跟妹妹相遇。对对，那就希望美网可以成全这一件美事。太好了，我们最喜欢看姐妹在球场上面厮杀了哈。可以重现这个当年那种大小威在球场上面互相争夺的感觉。那这个浩晴你呢？今年恭喜哦，亚军，很好的成绩，耶！就是今年在温布顿，其实自己的成绩其实也是超过预期的，因为毕竟就是第二次跟这个搭档搭配。我觉得我们在不管是不是在比赛，甚至在练球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契合的，然后很快的就可以达到我们团队想要的战术。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也很开心可以最后进入到决赛，真的很开心，也替这个詹家姐妹在球场上奋战精神，再给他们这个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真的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不过我提到这个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宣布另外一件美事啦，就是你们这个今天要正式加盟华研国际。昨天晚上我们稍微针对今天的这个场合稍微的讨论一下下，有吗？两个人有稍微讨论一下吗？说今天会面对什么样的阵仗？有啊，其实不只是昨天，其实我们在就是这几天，对，哦，一小段时间，对，有一直在讨论，然后也很期待。嗯，会紧张吗？有为了要穿礼服就是不吃饭吗？
没有没有没有，为了穿礼服不吃饭，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流汗。比在球场上打球还紧张，是不是？对对对。所以需要帮他永然准备一下那个对卫生纸，帮他这个稍微擦汗一下。真的哦。所以，哎，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哎，这个那永然跟浩行在这个球场上面的拼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哦，姐妹情深。对对对，妹妹帮姐姐擦一下哈、哦，美美的。不要把卫生纸留在她脸上。血留在脸上，好 ，OK， 一定很多人好奇说，哎，这个佳佳两姐妹，你们是怎么样跟这个华研这边有这样的缘分？然后在今天宣布你们要正式的这个签约。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就是碰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也很感谢华研国际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对，然后让我们可以变成在台湾这个运动经济的一个先锋，那我们也会就是努力的，然后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对，其实我真的相信我这个詹家姐妹家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希望能够给你们更多不一样的资源跟不一样的协助。可是刚刚讲得很对，现在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对了，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是呢举办一个这么盛大的签约加盟记者会。自己会对于这个将来接下来的一些规划。有一些自己的构思，或是有一些蓝图吗？我觉得就是当然目前还是就是会把所有的重心，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网球场上。但是如果之后有一些就是机会的话，不一样的领域，对，也很期待有不一样领域的发展。OK， 所以浩行是当小女生说，哎，我都不排斥任何的尝试，对不对？保持旺盛的好奇心。那永然你呢？会希望说，哎，也许这个将来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经纪公司，可以给你什么样更多的协助？是因为我相信华研国际在台湾来讲是非常棒的一间公司，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幸运。那相对的，我们进了这间公司这个大家庭之后，也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也可以希望就是跟华研一起，就是来帮助下一代，或许在教育方面、在传承方面，然后或许其他的领域也是不排除，所以就是看公司怎么决定了。OK， 然后记得哦，这个有这个剩余的资金就买一下华研的股票。他们非常的强大、哦、我们这个后市很看好啊。OK， 这个听怎么样？今天你们真的很漂亮，很迷人。就夏夏也感谢这么多好朋友们的热情出席，在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好，视线再看一下夏。好，正中看看，这个可以做那个幕后花絮吧？就说有一些温网漏网镜头，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个加盟记者会的背后的花絮。好好，可以的，完美完美 ，OK。没关系，我觉得很美很美。真的吗？你根本觉得说连那个田馥甄都变了，他变得好活泼，师姐怎么变那么活泼？吓一跳呢。可能他们都想打网球。对，我觉得呢，接下来马上就成立华研唱片训网球幼幼班，现在开始来进行。不过呢，看到这么多这个来自家庭内部成员那种温暖的祝福啊。永然跟浩行，我们最想要跟哪一些明星或者是哪一些艺人有机会可以合作？我觉得，其实有先说自己人，再说别人。先说自己人，本这个人本来就是自己人。哦，真的吗？对啊，因为我跟他很小就认识。哦，从小就认识。对，然后就兵分两路这样。啊、哦，现在。对，所以我想要跟巧巧。就是看我们长大以后变成什么样子这样。你希望跟曾之晓这个机会，你们以前都认识？我们以前就认识，很小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认识，对对对，到现在。OK， 那浩行你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要跟巧巧一起游，因为可能小的时候又比他们还要小三岁，所以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旁边就是看观摩。对，所以希望接下来有一天也可以大家一起合作。哎呦，你们怎么那么？心有默契呀、啊，因为呢，今天有这位，然后他说，哎，不管如何，我要来这边担任神秘嘉宾，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那个猜猜看他是谁。